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OK， 那么现在我在顺德，今天过来这边就是因为想去探店一下那一家唯一的一家机器人餐厅，然后是全机器人的。爸爸好贴心，帮我拿了伞，嘿嘿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去试一下这一家餐厅。赶快按订阅，不要错过乌塔新影片哟。乌塔 TV。韩国首家研发机器人火锅餐厅，系咯，呢间系机器人火锅。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个炎热热闹的周末过来的，里面的人真的超级多，超级多人。还原一下我当时的吐槽。我在听全部人头啊，影条冇。好吧，我们择日再来。一周后，我跟我爸爸选择了工作日的中午时间过来，哈，没人，太好了。一进来就顺利坐进了中餐区。这里还有一个充值，就是充1000送500。这边就是扫码点餐，但是要关注他的号才可以。咁你中意啦，我反正我要个煲仔饭。看菜单其实菜品不算少的，但是很多都没有了。然后我又过去看了看这边的名厨推荐，还是好多都没有了。那我们还是随便点一点吧。现在我们是刚刚点完餐，然后我们点的蛮多的，就我爸爸点了一个煲仔饭炒菜，我点了一个陈春粉，点了一堆，然后还有喝的，就加起来才150多。然后他的煲仔饭是18块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心不高，真的不高。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来过一次，当时是跟我妈妈来的，但是周末嘛刚好卡到，然后又是节日，所以就是特别的多人，就是基本上是看不到机器人，就只能看到人。然后这次我跟我爸爸两个人来，就是比较清静一点，就是人不会那么多。因为上次我们中午12点多来，然后他就说中餐这个区域已经排队排到了80多个，根本没有办法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呢，是中餐的这个区域，它一共有3个，里面是快餐的，中间那边就是火锅，有一个火锅炉啊什么之类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专门吃中餐，但是他说炒菜也是机器人炒这样子。先带你们逛一下大概的情况。我们呢先看到了一个扭蛋机，里面的扭蛋说实话有点丑的，所以直接 pass 掉。这里面呢是火锅区，里面有火锅机器人，这该死的反光玻璃照得不太清楚，什么都拍不见，反正就是把火锅配料送到你座位的操作就对了。然后再过来这边是快餐区，就是有雪糕机器人、汉堡机器人、早餐机器人等等之类的小吃机器人。还买了雪糕机器人。其实这里才是正门进去的，就这里是其中一个区块。哦，这个是汉堡。你夹咩？我真系想拎翻杯喎。试下啦，这个是汉堡机器人。佢得两种，一种是鸡肉，一种是牛肉。然后我们留意到了一个咖啡机器人，我爸爸很忍不住就点了一杯咖啡。哦，师傅中，我正有制作。佢攞咗只杯先。咖啡是现磨的，这个合格。进去里面之后呢，基本上都是小吃机器人了，有甜品、有快餐、油炸薯条之类的东西。因为今天没有人，所以机器人都没有在工作。这些是打包菜、蛋糕。就有两款，芝士蛋糕和巧克力蛋糕，还有饮料，还有一些面条机器人，大部分都是自取的。这机器就是做汤面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中餐区，大家先看到这些滚筒洗衣机，哦，不对，不是滚筒洗衣机，是滚筒状的东西，都是炒菜机器人，反正就是把配料全都塞进去，然后滚啊滚啊就炒好这样子。炒好之后就通过上面的传送带送到座位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菜好像来了。这个好像是我们的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要下来了。哦，下来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点的。哦，好烫哦。拜拜。这个是第二个 ，OK。哇，好热啊！
死我，热死我！咁快嘅，突然间上得。啲色素太犀利。我现在试一下那个陈春粉。陈春粉就是中规中矩的感觉，说句实话不难吃的，反而是那个口水鸡感觉色素太重了，而且肉质很柴，口感不好，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。最后这个煲仔饭我一直盯了那个机器人盯了好久，但是他好像不太聊我，他一直在比星星，也没有看到他在做饭。大概等了半个小时之后呢，终于看到他在做饭了。是我们的饭吗？当我马上冲回去座位的时候，我发现居然这个是人手送上来的，因为他说油菜要加上去，所以人手送了。好吧，卖给他了。我煲仔饭啊嘛，有啲香料，系有啲香，跟你有饭，有饭椒啊，有饭椒。这个过程中我们另外还要了一点酱油。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机器人慢慢送过来的时候，然而妈耶，居然是人工送上来的，那你要这个机器人干嘛咧？我自己感觉这个餐厅的人工还是不少的，不过服务态度还是不错啦。他那个煲仔饭呢，是人手送上来的，不是机器人送的。我试一下那煲仔饭。我食咗咁多个，系呢个最好食嘅。呢个系啊，系喎。呢个咧用火候可以控制到嗰啲慢啲啊。我们现在吃完出来的，说如果是这边附近的员工吃的那种员工餐，然后那个价位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因为这个地段不太方便嘛。但是如果你说专门开车过来是没有必要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吃一个噱头，就煲仔饭还可以，但是那个鸡真的很难吃，机制不太好，就是有啲柴啊，我哋广东话叫有啲柴啊，即系好粉咁样。那个炒菜就是没有什么，冇镬气啦，冇镬气系唔得嘅呢件事吓。我跟我爸爸都对吃的方面比较严格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餐厅一般，但是就是一个噱头，可能小孩子看到机器人会很开心这样子吧。但是味道的话，你们就，我觉得麦当劳比较好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，今天探店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老婆圈美女，下礼。如果大家一点点喜欢乌塔乌塔 TV 的话，请不要忘记按赞和关注我们哟，每周都更新影片哟。